养生保健的课程，老板说，我们如果说有兴趣来参与终身学习的朋友呢，我们可以来参与。我们在每天的早上有太极拳班，每周一的晚上有歌谣班，每周二的晚上有书法班跟绘画班，每周三的早上有大河谷班，周三的晚上有瑜伽班，每个礼拜四早上有这个乐龄学习的一系列课程，有客家歌谣、日语的歌谣、客家谚语、生态导览，还有体适能运动保健的课程，这是一系列的课程。这每周四晚上有土风舞班，还有诗词吟唱班啊，礼拜五晚上有诵经班，还有传统技艺文化。礼拜六早上呢有读经班啊，尤其我们小朋友啊，我们可以鼓励，我们把他带来这边，这个参与这个读经班，还有手机创作微电影班啊，这两个班。礼拜天早上呢有华梵大学的硕士班。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在这边开班，我想我们请各位好朋友，不仅我们鼓励，我们欢迎各位能够亲自来参与，之外也把这个讯息呢带回去给我们的亲朋好友、给我们的邻居，让他们知道我们这边有那么多终身学习的课程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参与。那除了我们在现场有这个名家挥毫啊，名家挥毫的活动之外，我们在孔子庙，在这参拜完了以后，别忘了到孔子庙，我们这边有邀请街头艺人在进行街头响宴的活动，也欢迎大家到这边去参观。好，谢谢大家。